水箱的事儿，感应器插头松了，我给你这风扇不转了，怎么突然就坏在这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以后再有这种事儿，给沈博打电话啊。我就是想知道你会不会来救我。小娇，都不是小孩了，还玩这小把戏。李卓人用股份换琉璃钻这事儿。 之前你一点没听到风筝，完全没有。他只让我把开幕酒会办得越隆重越好，其他的什么都没说。你说这人的城府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深吗？嗯，那得看有没有这个潜质。咱们董事长在这方面肯定是有天赋的。他既然肯抛出这么大的诱饵，要钓的那条鱼也小不了啊。 可为什么一定要琉璃钻呢？得到琉璃钻能怎么样？当年唐老师就是因为研发出这项技术，奠定了东辰的龙头地位。可是现在大环境不一样了，琉璃钻的技术已经不足以撼动市场，而且随着唐婉容退出珠宝界，这项技术就已经跟着消失了。你说李卓然为什么要拿股份来换取一项已经消失的专利呢？ 难不成唐婉容把这项技术交给过什么人？哎，老大，出事了！刚才王婉东呢，到办公室来闹事，据说呢打伤了两个员工，现在王婉东呢被带到公安局，那两个受伤的送到了医院了。谁受伤了？是顾青言，还有。 伤得重吗？具体情况呢，我还不太清楚。你刚才说还有谁？好像是我们财务部的一个新员工叫 Jackie，他们现在正在人民医院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王永东来闹事儿，打伤了顾青言，我去医院看看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 医生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初步检查没什么大问题。 但病人伤的毕竟是后脑，还需要住院观察几天。如果陪护人员发现病人有眩晕或者呕吐的症状的话，及时通知到护士站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哦，没什么。这里一天三次，对吧？嗯，对。那有什么？还是有。谢谢啊。你醒了？你怎么样？感觉？头有点晕，坐一下。哎，你别动，我来。怎么样？再高点。好。好了。来，哎，你别动，我来。 给扶好，又能见着你，真好。说了好像见不到似的，喝点水。你知道，我后脑勺一凉那下，我心里就想着。 我怕我再也见不着你了，我就琢磨着，那以后他怎么办呀？谁帮他查材料啊？谁给他买吃的呀？谁替他挨板砖呢？林哲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星言，你不用说对不起，我知道，你有你的事儿还没做完。 哎，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一下，今晚急诊收治的病人有个叫顾青言和林哲的吗？请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啊，查到一位叫林哲的患者，已经从急诊转到病房去了。几号病房？619。星言，我。
只想让你知道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，但是我不能那么自私。想要我幸福你就拍拍手。林总。来。孟总监。林总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林总，孟总监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医生说了，我这两天检查完就把我轰走了。哦，小顾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林哲。我们加完班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了王婉东发酒疯，他就拿了一块砖头击中了林哲的后脑，医生说就是皮外伤，但是呢还是要在医院观察两天。这个王婉东实在太恶劣了，一会儿到派出所去让他们从重处理。嗨，王总监郁闷，借酒浇愁发泄一下。我觉得我这脑袋被敲了一下吧，反而比之前更好使了。听你能这么说啊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行了，你们俩没什么大事儿就行了。林哲在医院里多躺两天，小顾回家休息。你回头去趟派出所看看王婉东，然后明天把这儿的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。好。行，你们回家吧，我跟林哲聊点事儿。星言，你先回去吧，我难得跟大 boss 亲密接触一下。那行，那你注意身体啊。林哲，好好养着啊！谢谢孟总监。我觉得很对不起林哲，他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儿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给他回应。我真的没有心思去考虑感情的事儿，跟林总一样，我也想选E。你都听着了？瞧你刚才那怂样。你是不知道前情提要，我昏迷前鼓起勇气跟龚心言表白了，问他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。他拒绝了？没有，当然比拒绝让人更难过。他什么也没说。我能感觉到他特别为难，所以你就怂了。我那是不想让他难受。行了，打起点精神来吧。他既然没拒绝你，就说明你还有希望。哎，我也这么觉着。哎哥，我发现在感情这事儿上，咱俩好像突然没有代沟了。别贫了，赶紧睡觉吧。我又想起来小时候你哄我睡觉那会儿了。哥，从小到大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你的一小拖油瓶啊？有的时候吧，有这种感觉。比如说我怎么哄你睡觉你也不睡，给你买台电脑你给拆了，然后你跟我赌气不好好考试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给你踹回妈肚子里去。有的时候吧，我又特别感谢爸妈，感谢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又意外地怀了你。为什么呀？你让我在这世界上有了牵挂，有了亲情，所以我不光要感谢咱爸咱妈，我还得感谢你。哥，你咋这么煽情呢？行了，我不说这个。王婉东为什么要纠缠你啊？他吃装修款的事儿被我悄悄捅到李卓然那儿了，报复。怪不得最近他要被停职呢。哥，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，我自己能处理。还有就是。还有什么？古欣然虽然拒绝了我吧，但是我还是爱他。你以后能不能就别为难他了呗？
哥，你答应我一次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是我亲哥好。哎，我也感谢咱爸咱妈，让我有了你这个哥。这都流血了，这。这摔得不轻啊！这，你是太单纯了吧？你摔都摔成这样，我听说昨天都启动安保系统了，这么严重？哎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你来了啊？没什么，就是你昨天下班溜太快了，在公司门口差点出人命。人命？谁的人命啊？你的小鲜肉呗 ，Jacky 啊，聊聊对于这个作品的看法吧。嗯，这个结构的话，对稳定性要求特别高，而且如果是这么大的钻的话，火彩和精度要求也挺高的。但我觉得设计还挺好看的。嗯，进来。顾星妍的外卖到啦！哎。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？你兄弟，你也太拼了吧！啊，都磕成这样了，还送外卖呢？那也不能耽误给我的女神送饭呀！你别闹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你还要在医院再多躺两天，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啊？你 Jacky， 你头上的伤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嗯，不是，哎，就带两瓶。啊？给你。哎，说正事啊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赶紧给我们讲讲。就是我为了保护我的女神，光荣负伤，但是小伤，不要紧。真的啊？没事。哎，小青，咱们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林哲先生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请把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情统统讲清楚，快！为什么每次都是顾星妍？为什么每次都是他？为什么每次都是他得到所有的注意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Oh my god！ 这么精彩的晚上，我太生气！我昨天为什么不在现场？还精彩呢，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儿。哎，你们两个信不信？昨儿咱们的酒会肯定刺激了那个王安东。嗯。对了，我一直在琢磨。董事长为什么突然在酒会上宣布拿股份收购琉璃钻这事儿啊？琉璃钻是15年前陶婉容发明的一项专利切割技术。我想董事长他突然想要这门手艺，应该不是心血来潮，他应该是想要通过琉璃钻找到背后更加重要的东西吧。那比如呢？比如琉璃钻的传人。不对呀，琉璃钻也没有什么传人啊，唐总都没有传人，不然你想这技术也不会消失这么多年了。董事长应该也是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所以才会放这么大的一个鱼饵，等着鱼饵上钩吧。但是仔细想想这个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你记得董事长昨天说什么吗？如果这个手艺真的找到了，就归咱们使用。胡经理，请坐。喝杯茶。不用啦。今天过来还真的有件事情需要麻烦你。嗨，我是你们公司的那个名誉顾问，顾问费一直拿着，也没真做啥事儿，谈不上帮忙。直说。琉璃钻的工艺，您一定知道吧？如果我说。我可以把琉璃钻的工艺给您，您愿意接受吗？不是，顾经理，你年轻轻的，少年得志，说话要小心谨慎，不能胡言乱语哦。琉璃钻，它是唐婉容的专利手艺。宋老师，虽然说咱们俩认识的时间不长。但是应该也算得上是可以谈心的忘年之交吧。
您觉得我是那种胡言乱语的人吗？我宁可觉得你不是胡言乱语，但是我首先想问你一下，我听说你们公司李董事长已经放话了，如果有谁能找寻到失传的那个琉璃钻，他宁可用公司2%的股份来换，有这事儿吧？这就是我今天来找您的目的。如果说我把琉璃钻的工艺交给您，我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您要帮我拿到李卓然给出的2%的股份，替我代持，可以吗？我没什么不愿意，但这事儿发生太快，我想想看，就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琉璃钻的手艺给我，没错，而我把那个2%的你们公司股份给你，没错。小丫头，做任何事情不能空口无凭。你要让我相信你的话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得先拿出点本事来？那借您一颗已经起过瓣的钻石，让我用用。没问题，请。啊，老师。哦，还不能看，合理合理，请。你记住了啊，每次一定要多次少量的打磨，这样才会更精准。你看这每一个拌面，它的位置和角度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，所以一定要细心。来，你看，我们拿这个看。对了，妈妈刚才教你的步骤你都记得吗？钻石的火彩好像会动，一闪一闪的，像魔术一样。没错，西宁，你记住了啊。中国钻石技艺都是从这一小小颗钻石开始。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，大海给贝壳的磨砺是珍珠。所以啊，钻石就跟做人一样啊，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，才能够放射出夺目的光彩，懂了吗？请您品评。真的是琉璃钻呢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顾经理，之前我对你所有说出来的怀疑你的话，我是理。我想跟你学，不管你提出任何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没问题。但是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，那就是我教您琉璃钻手艺的事情，无论如何您都不能告诉别人，还有这个工艺一定不能传给别人，好吗？这很自然，我当然答应你。但是我也想提出一个疑问，这个琉璃钻这个手艺你是怎么得来的？
还有已故的唐婉容女士，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？宋老师，对不起，您的这些疑问，我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回复您。但是我答应您，等以后方便了的话，我一定会把所有的故事都说给您听的。明白，明白。我会很有耐心的等到那一天。王总监 ，Jackie， 怎么样？你脑袋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那天我喝醉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都过去了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别再找新颜麻烦了。顾新颜，哼 ，Jackie。你应该还记得是我把你招进公司的吧？怎么，现在翅膀硬了？哎，你跟顾新言什么关系？这么护着他？王总监，我当然记得是你把我招进公司的。我呢也非常感谢我作为小白的时候你给我的指点。但是我实在对你做的一些事儿无法认同。当然认不认同也不重要了。至于我跟新言是什么关系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也不重要。我只想告诉你。别再找他麻烦了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这是你跟包经理的转账记录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保证，东辰的每一个董事和工作人员都会收到，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科的工作人员也会收到。备份还有很多。你自己考虑清楚。我叫宋成，我想见你们董事长。哦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麻烦你赶紧通知李卓然，就说我要见他。啊，对不起，如果没有约的话是。哎，林助理，什么事儿？这位先生他非要见董事长。找我们董事长什么事儿？预约了吗？没有，市里。但是我来见他也是临时动议的。你就告诉他，琉璃钻在我手里。宋老，好久不见。来，过来坐。听说，来，你愿意拿琉璃钻来换2%的东辰的股份，有这事儿吗？确实有这事。琉璃钻我做出来了，那股份的事情就看李董事长能不能尽快兑现吧。宋老，真的是你做的吗？真不真假不假，你们公司有专家请他验一下就知道了。我也不会轻易砸自己招牌嘛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李董事长，你现在如果后悔还来得及。宋老，别生气嘛，我说的话当然算数。就算这颗钻石是宋老拿来的，走走流程还是要验一下的。两位，拿去验一下，尽快。是，董事长。来，进来。哎，劳逸结合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。谢谢。一直以来都是你对我这么好，为了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我却什么都没有为你做，我感觉还是挺内疚的。不会啊，只要你每天开心快乐。就是你为我做的最好的事儿了。他有，有些感情呢，它不一样。最起码说，在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人生夙愿之前，我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这些个人问题。你的夙愿是不是跟东辰有关？我觉得你对东辰有一种执念，
欣妍，我在网络上能查到很多资料，但是关于你的一切，我都不会去查。我等你亲口告诉我，而且我还想告诉你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。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回应你想要的那种感情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亲人，你就是我的亲人。你也是我的亲人啊，我们这个硬件先升级，软件慢慢来呗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陶六奇的 U 盘怎么样了？哦，还有一个加密文件没有破解，我会再加把劲儿，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。哎，你快点喝，等会儿咖啡就凉了。好。宋老是不是还对前些年的事耿耿于怀啊？其实我也是不得已，企业要利润，董事会要业绩，那个产品没法做到量产。哦。所以为了利润，你就可以不顾合约，不顾行业操守，把我的信用跟名誉都搭进去了。宋洛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你我现在不又坐在一起喝茶了吗？你留着自己喝吧。宋洛，能说一下这颗琉璃钻的来历吗？来历就是，我终于把它做出来了。但这种技术自从唐婉容退出珠宝界之后，消失了整整十几年，怎么会那么凑巧在这个时间出现了？你分股利吗？东城2%的股份到底值多少钱我不知道，但对我来讲呢，聊胜于无吧。宋老，咱们两个就别绕弯子了。你虽然在打磨手艺上高人一等，但要说你有琉璃钻这手艺而藏了十几年不露一手，这我还真不信。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？要说高人嘛，还真有一位，而且还是你认识的人。谁呀？唐婉容，没想起来吧？十几年前，在技术上他指点过我。当时其实我只学了个皮毛，可是自从听说你愿意把2%的股份拿来换他的时候，哎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反正我就是突然我就开悟了。这大概就是金钱的魅力吧。嗯。董事长，验过了。怎么样？难得一见的琉璃钻。好。我们法务部近期会拟好独家授权合同，你看什么时候过来签一下吧。独家？我这个专利只卖给授权，没想要卖独家呀。宋老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你发布消息的时候有说卖给独家吗？那么开玩笑的是你还是我呀？这玩笑开得不小哦。好。但我要20年的授权，其余的授权方不能超过2家，每家不能多于10年。这些都没问题。好，一言为定。OK，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林伟，送宋老回去。好。宋老，您慢走。谢谢。已经跟李卓然谈妥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谢谢宋老师。不客气。这董事长啊，刚把布告发出去，琉璃钻就出现了，神不神？我就问你们，神不神？神了！这个真是……哎，你们说是谁拿出了这琉璃钻？这个谁能知道啊？这个真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。这唐总的女儿一直失踪。他这刚出现，这琉璃钻就回来了。我看八成跟他有关系。对，是他绝对肯定有关系。得了吧，
这董事长的女儿要是回来，她怎么可能会在乎这区区2%的股份呢？是，也是。聊什么呢？鲍总监好，鲍总监好。各位聊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没聊什么，就是啊，微博上有咱们公司的热门消息。啊，对。什么消息啊？都上微博了。何止微博啊，这明天啊，估计就头条了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个标题，多吸引人呐！新消息，琉璃钻出现了，是宋城。我已经知道了。这种小道消息你怎么会提前知道啊？别忘了，沈博的消息也很灵通，要琉璃钻只是个幌子，李卓然背后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最近你多留心点他的行动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林总，啊，我路过这儿，正好看见你在。整个东城都被琉璃钻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就你这儿清静啊？我一向对八卦不怎么感兴趣嘛。你对董事长这次的大手笔怎么看？嗯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更何况董事长还是抛出了这么货真价实的股份呢。嗯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以李卓然的性格，这次隔了这么大一块肉，一定会加倍捞回，而且会不择手段。你自己留个心眼儿。没问题吧，宋老？哎，等等等等，这合约书上是写要用私人的名义来购买我的专利授权啊。对。你买不了啊？不，对不起，你买得了，我不卖了。宋老什么意思啊？我那么有诚意，你居然出尔反尔，这不合适吧？出尔反尔的是你。东城在新工作室开幕酒会上，你公开宣布过要征集琉璃钻作为未来新系列的主打，那为什么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变成卖给你私人呢？太明显了。股权是我转给你的，那到底是卖给我还是卖给东辰，你何必介意呢？我非常介意，要签只签给东辰。有区别吗？区别太大了。唐婉容是我的旧友，那东西是他最后留下来一点东西，我希望这项原本就属于他的专利能够回归给东辰，不要落入一些野心家的手里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在责怪你的野心啊，人有点野心是很正常的，我只是希望能为唐婉容做这么最后一件事情。如果今天只是为了赚钱的话，我把它拿到市场上去，待价而沽，钱很快就进来了，您说是吧？刘威，按宋老的要求，把合同改了再签。是，董事长。小曹，孟总监。我想问一下，李董那边关于琉璃钻的合同流程走完了吗？琉璃钻的合同，我们没有接到这个合同啊。会不会是你们部门其他人在经手啊？啊，有这个可能，比如类似于封存文件，都是有专门的人负责的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
李卓然封存了所有的文件，现在什么都查不到了。可是按照公司的正常流程，应该是可查可见的。他没有按照流程走，说明他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和他想见的人。可他跟宋城已经见了不止一面了。唐婉容的琉璃钻核心技术，见过他操作的人不超过三个。都有谁呀？我一个，丛飞一个。可是丛飞看了也白看，丛飞不是那样的人。那还有一个人是谁？唐婉容的独生女儿白希宁。这就奇怪了，那你说宋城为什么会有琉璃钻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看来是时候该跟宋城见一面了。行，那我这边就继续盯着李卓然的动向。董事长，刚才我看到一点奇怪的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去找法务部的人修改琉璃钻的合同，刚好听到孟总监也在打听琉璃钻的合同。我没有叫他去打听啊。更奇怪的是，孟总监从法务部出来，很快一个人驾车出去了。就在他外出前十分钟左右，我们的林总经理也一个人离开了公司。你是说他一脚踏两船，同时打听我们两个人的消息？董事长，我只是猜测，把我看到的都告诉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哎，刘伟，做得好。应该的，董事长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呀，谁给我撒把狗粮吧？明康，你要狗粮干嘛？有两个人成天出双入对的，我要不吃把狗粮，我不想去。我回家刚好顺路，能送顾经理回去。再说了，现在也得小心一点，万一王远东再来找麻烦可怎么办？喂，现在怎么那么流行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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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的？一个加班狗，一个单身狗的。你知道这为什么吗？说明我们年轻人啊，活得连狗都不如。好，那等忙完这一阵儿，我给你们申请奖金，怎么样？就等你这句话呢，我快鼓掌了。哎，你真的高兴啊，高兴。那行，咱们走，明康拜拜。啊，拜拜啊，拜拜。奖金啊，拜拜，没问题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拜拜拜拜啊，慢点啊。走。奖金。董事长，您找我？小夏，明天上午我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，你帮我准备一下。董事长，是关于琉璃钻的发布会吗？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小夏，你以前没那么多问题的。啊，是这样，董事长。您用股份换取琉璃钻的事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，各方面都很关注，已经有不少人打听到我这儿了。我现在实在是没法应付了。应付不了就不用应付，该说的话，该透露的消息，我明天自然会透露。好的，董事长，那我马上就去处理。嗯。